其实在起飞播出之前哦，这些歌曲其实大家都不会点的，就可能就遗忘了，真的是遗忘了，真的真的。然后自从看了出去之后哦，每一档几乎都不会有人点这些歌曲哦，我觉得很开心的。其实，就是你们都有看起飞吗？都有看，有哎，我有看，很少。我今天看了，刚刚看了第一集。啊，你才看第一集啊？这已经做到大概22集了吧？对。啊，去看的你会喜欢。他没有看。我有看，我每天都在看，对。这么有空，我是晚上3更半夜睡觉之前看的，看那个陶哥。哦，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点歌单上的，我们再来另外一首歌曲哈、哦。啊，15号桌很好哦，他希望他想点一首我自己喜欢的歌曲，然后点给我，然后叫我唱给大家听，很奇怪哦。对了，因为其实可能是有原因，因为我们其实过了今晚这场表演，暂时休息一下，就会暂时休息一下。对，其实15号桌在哪里？我看一下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因为上次休息是因为志云生孩子嘛，对，现在轮到我生了吗？所以对，这次轮到你生了，对啊，你真的要好好保重。4个月吗？差不多喽。那个不政府都是给4个月的那个我真的弟弟吗？OK， 我就再来。所以这首歌是人家点给你的，所以你要唱给你自己听。啊，那我喜欢的歌我待会再给大家带来，我现在来听歌单上的歌曲哦。嗯，就是哪一首？是周老师17点的这首歌吗？OK， 就是勇敢一点。我听过的朋友应该还会喜欢。其实是那张专辑的主打，不是吗？不知道哎。是主打的。
你却不在我身边。我的坚强和自信，是因为相爱在上演。我一定会勇敢一点，即使你不在我身边。你的决定和抱歉，改变不了我的明天。我试着勇敢一点，你却不在我身边。我的坚强和自信，是因为相爱在上演。要的多结果才好过。
Bye.
想给你。